我得打今天的关卡冰雪罗战。哎，这个还要考虑怪的移动行为，操控没办法，这天罚的对手把你了，空空如也。真是小偷什么二色俗装看你吗，野人不吃先把二抢配的格子走，绝地真是梦，这不能漏，你就不会出现。这里我这些轰伤者，压伤者。拉怪往上拉，原始在这边也冲过来，爆两天，看见。下我就去，哎呀，还想高，这样有比较顺吗？等一下，这样没有一起中了，没有我一起中的做法，推一波，再推两波。就这两个要交换的位置，推下去，拉上来。我觉得上面还是没用，再炸又再叠一层，好了，船上看起来会破就好了。会破就好了，炸，炸两波，但是东西没用倒是可惜，拉上来，就炸一下。就是剧本可以哦，每一波都是这样剧本哦，可
障碍，再爆下去，诚实也没有，只有四成是未知剑的。你可以五成，哦，雪人，看可不可以通过雪人考验呢？好硬哦！冲下去，一上来，我包下去，没死，包下去，死吧，这还是没死，哇，这可能会输。是可以吗？可以把它抽掉。咦，这样乱摆还过？应该可以把它给炸到吧？吹他一波，哇！30钻。